我是演员秦岚，祝钟家电视节圆满成功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和编剧刘雷，在这里祝钟家电视节圆满成功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王一俊，衷心的祝愿钟家电视节举办圆满成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刘欣，在这里衷心的祝愿钟家国际电视节圆满成功。我是演员马世宏，2月23号，多伦多首届钟家电视节，我们不见不散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侯长荣，祝钟家电视节圆满成功，多伦多23号，咱不见不散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陶李佳，祝首届钟家电视节圆满成功，2月23日，我们在多伦多不见不散。各位万福金安，我是张小龙，祝福钟家电视节圆满成功。我是演员高雅麟，我在这里祝钟家电视节圆满成功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王文杰，祝钟家电影节圆满成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温峥嵘，2月23号多伦多首届钟家电视节，咱们不见不散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于震，2月23日首届钟家电视节，我们不见不散。大家好，我是鞠婧祎，祝钟家电视节举办圆满成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王姬，我在此祝愿钟家国际电视节圆满成功。大家好，我是导演刘佳，祝钟家电视节圆满成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田敏，在这里祝钟家电视节圆满成功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许娣，祝钟家电视节举办圆满成功。我是北京金瓶梨影视策划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张文平，2019钟家首届电视节不见不散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小艺，祝钟家电视节圆满成功，咱们多伦多不见不散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戴思，祝第一届钟家电视节圆满成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李悟，在这里祝钟家电视节圆满成功。大家好，我是邵峰，在这里给大家拜个晚年，顺祝钟家国际电视节获得圆满成功。